其实 Kesha 最坏的情况都是离开世界啫，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噶。我觉得不算是一件不幸的事啊。你喺度喊紧你，哈哈，俾我估中啦。唔紧要啦，傻瓜，活着就是要尽情咁大喊大笑嘛。Kesha 是有机会好翻噶。所以你唔好放棄啊！